What?血量值，对，而且中路要线偏要进来了，闪现顶了，顶到对面的后排，直接秒的拿了 first blood 这个位置，而且还是天宇塔全身，就是不会给你任何的机会，对，没有任何操作空间，是的，一套控制链接下去给你秒掉，而且这个位置闪现回来再打一套，这个两个人的轮换，哎，这边小龙宝又来到上路，想要抓这边潘森。对，反蹲一波，看狼心的这个演技非常不错，但是应该没有能够拉到。对，三发，然后再接一个狂野之势，一个震杀，一直在等对面的技能消失，排下去。好的，最后拿到了这边能够打人头伤害。哇，下路这一波又要被吃了吗？先补到这边的小明，看看有没有机会又拉到小明，再次被拉到，被他人点燃。虽然交出了自己的日食，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双方打野又是一个镜像感，下路和上路都是。腥风血雨，所以我先看一下这波，先拉到了对面的塞纳，然后反手靠排向大海再打一发这边的日女，而且日女这个位置被一个维恩的审判恶魔是拉开了，这个位置想闪现接，而且闪现回头泰坦一个排上大海将其定在原地，那么这个位置酒桶姗姗来迟，但是仍然能起到效果，而且泰坦这一波疏通航道再次拉到了小明，这边没什么好办法。好，这个位置直接推到了一波控制线交下去，最后一个大招，虽然极限交了个治疗，接闪现好像能走啊，等兵线过来，就感觉这边是嗅到了，阿修罗是感觉有问题，有内鬼，哎，过来了还是内鬼，但是这一波闪避突袭，哎，这个走位走错了，反而是中了这边的天顶阵，那没有办法了。这个龙打龙应该挺快的，但是熊哥这边没有视野，看看这个大招，好，视野这边有一个河道眼，而且针眼已经布下去了，看看有没有机会抢到，先一个大招，哎呦，可惜了，惩戒倒了，最后一发平安还是被塞纳收下。这个位置交出一个秒表，这边塞纳大招被酒桶秒表规避，这波还想接着追吗？但是位置虽然不是特别好，但是最后一个飞行乱入还是打到了熊熊，熊熊倒下了。但这个位置小火继续往前，一个虚空猛虫拍起来，怎么说？反手晕到两人，但是只靠自己一人之力，只能强行换掉一个小火。是的，这边这个峡谷先锋也有想法，来看一下这波回放，差一点点，对，就惩戒倒那个低温圣枪给收掉了。这边酒桶是YG 是没放出惩戒来，是的。是九桶惩戒，然后刚好被黎文上一下平，差了应该是三四十滴血的样子，感觉看那个血森好像就是十滴左右，差不多。这边的话也是一个反手推到两人之后，决定反手换一个。对，应该说 Maple 在最后一v四的时候还是极限交出机会的，是，而且还有一瞬间短暂的全屏视野。这个职业比赛中视野重要性还是蛮高的啊，这个位置要撞一头。但是由于是9.23版本，哎，这边炸到了小明，小明又被晕到，这一波球女看看有没有继续后续的输出，还好问题不是很大，反手一个气泡也是吹中了这边的一个辛德拉。这9.23版本的话，他的峡谷先锋的那个侧面小龙宝要过来开团吗？这波来看一下有想法，但是这波不太好开，发现这个阵容大招出来，感觉有点难受了呀，对于这边的 LNG 来说。啊，这个位置还能回来，哎，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啊！交出治疗，一个秒，极限击杀，规避了对面大招，一个伤害，反而穷里面秒，这个位置还能往后继续倒退，而这个位置小钻在前排环境很好，我的输出环境很好，控到两个人，小明也倒下了，这个位置还能继续输，可是自己剩一次血，极限再反杀一个，这时候闪现过来抬起对面一个选手，最后被九龙收割，最后打出了一波二环三环。一魂圣枪刚才这个大招真的是回复量，海龙魂，来看一下这波回放。所以第一时间其实被连续控到了，但是最后一个大招交出去之后，治疗接表可惜了。这波如果说是在上面被拉住的话，应该是直接被秒了。对，而且他这波很细节，先往后拉一拉，而且在九桶大招的时候又交了一个闪，相当于后续一个技能都没有被他吃到。是的，这边泰坦也阵亡之后，第二时间迪文圣枪这边虽然说，啊，迪文圣枪差一点就把这个文直接一枪秒了，但是这边九桶一个一闪顶住两个人，换掉两个。是，九桶这波一闪也是价值千金，但是上头的二塔也是被推掉。是的。这把胜利的天平近乎已经倾向于这边的 RNG 了，
一个异能晕到两个人，打出一条电行，但是这边的话还有半血，炸出四个人，可是并没有一个亚索能跟大呀。好，抓这个位置要亮 TP 了，泰坦怎么办？小钻可能有点难走啊，深海深渊这个位置只能走了，应该是能走的，被睡一下，而且还要再 poke 一下一个大招。这个伤害有点震撼，小段没有点燃的话，这个位置 LNG 也没有任何的减疗装备啊，铁男也是很难处理，这个远古龙只能靠抢了，不可应战，只能智取，但这个位置攀登先被开到了，要倒下了呀，那这一波远古龙没有任何的悬念了，这波团也没必要打，稳稳拿下远古龙就够了。一波熊更想去，但是又没有办法呀，啊，这边铁男一个人就劝退了他们所有人。没什么办法了，这一波感觉就要慢性死亡，然后这边又是靠着这个左一的 poke 继续去打伤害，哎呦，直接斩杀了左一，他飞行乱入配合这边的破灭之锤直接秒掉。哎，潘森这个大招啊，断兵线了，但是被发现了，刚好落在了挖掘机，也是直接被斩杀。那这样的话基本宣告 RNG 将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是的，我们恭喜 RNG 拿到了2-2。那2-2的比分的话，宣告有3对同分。那这样的话，等一下我们要计算一下他们的游戏时长。对，哇，这个伤害太过分了，直接秒掉了，没有任何悬念，直接斩杀，一锤直接带走。是的，那这样的话有点太过残忍，场面太过血腥，不建议未成年人观看。那现在。的话也是进入到了一个 RNG 2-2的一个局面。对 ，LNG、RNG、OMG 好像都是2-2。是的，对，那就要计算他们的一个比赛总时长。裁判工作人员应该会进行总时长计算，如果时长都在150秒以内，那就要加赛，可能要进行一场加赛啊。看，如果说游戏时长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的话，那应该就是有一个队将会获得。是的，再次解释一下，主要是因为 YM 全负，而京东 Gaming 全胜，那么这三支队伍的胜负关系。就是一个死循环，他们同时败于京东 Gaming， 同时胜于 YM， 所以而且比分都是2-2，所以可能会进行加赛。如果他们的比赛时长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这里是德玛西亚杯的苏州站，我是主持人十月，欢迎大家。首先恭喜 RNG 拿下了刚才比赛的胜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 RNG 的上单选手狼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RNG 上单狼行，欢迎狼行。今天我有留意到你在 BP 的时候亮了很久很久的鳄鱼，但是为什么最后选的时候还是选择铁男呢？就因为感觉选鳄鱼和选铁男打对面先选潘森的话都还不错，然后后面就选一个自己玩的吧，选一个自己玩的就选铁男了，玩的比较好的。其实今天你们有很多精彩的操作，比如在水龙团附近有一波很精彩的操作，那一波团我想听一下你当时的一个思路是怎样的呢？就那波团可能对面没有发现我们中路有秒表吧，然后对面就很急想杀我们中路，然后结果没杀到就对面全死了，是对面的一波上头然后给到了机会。其实今天我们的赛后采访一直围绕的一个话题就是版本的问题，现在版本改动很大，你觉得之前版本的上单跟现在版本的上单相比有没有什么变化呢？我觉得上路版本就是上路感觉这个版本也没怎么变吧，跟上个版本其实差不多，先选的英雄还是那些，就那几个吧，还是就那几个。那你觉得现在这个版本里边什么样的类型的上单会比较吃香呢？就自己能玩的，然后被针对也能玩起来的上单感觉厉害一点吧。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在地图改动之后我们的边路呢都多了两个小阳台，你觉得这个小阳台会不会对你的对线和比赛造成影响呢？其实到现在还没有被那个小阳台就是哪个选手用出来卡视野秀过，就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感觉以后应该会有人能那个利用那个卡视野操作别人吧。那能不能为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平时玩游戏包括训练当中对这小阳台有没有什么妙用呢？就是那个地方就是站在最里面可以看，就两边的视野是看不到里面的嘛，就可以卡一下视野，卡在视野里面，而且回城的话非常的安全。好的，非常感谢狼行选手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那我们的赛后采访